就我利用我自己的优势，我的缺点呢，我比较笨，而且呢，英文也不好。我要感谢啊，比如说我现在给很多大学，提供一些助学金。嗯，对我现在人生的遗憾呢有三点。嗯，第一，我70岁了，我还不知道活多少年。嗯，第二呢，我希望把我失去的青春找回来。还有嘞？然后呢，我对电脑呢好，我对高科技好感兴趣哦。